1991年的与龙共舞，你们看过吗？高雄超人气龙虾沙拉堡，一口咬下实在豪爽。这不就是传说中的 Sedan Police 设计款吗？太敢吼，矮黑梅森。今天来到高雄巷弄浮夸细美食光头沙拉龙虾堡，招牌很明显就是老板哦。将松软的面包切开，涂抹奶油进烤箱，再依照不同的口味真材实料的新鲜制作沙拉内馅。各位不要怀疑自己的眼睛哦，分量就是这么爆。今天的重头戏就是这个放上整尾龙虾肉的4盎司龙虾沙拉堡，这光看我就食欲喷发哦！一口咬下，果然霸气饱嘴，清爽的沙拉口感丰富。老板还加入了天妇罗翠花，不止增加口感，还可以保持面包的松软度。这次还点了鲔鱼沙拉以及夏日限定的鱼软沙拉，口感滑顺，带有淡淡的果香，还有鱼软在口中爆开的鲜，整体的风味是很浓厚却爽口的。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料好实在的巧达浓汤哦！这家的实在，我就给他们一个字扯：龙虾、干贝、蛤蜊，放好放满，来上一杯，实在满足哦！店家自制的手工酸味饼干，沾果浓汤享受，大人小孩都爱到与龙共舞。